有关后事的事情，现在有六个嘛？对。六个如何让他的善后事情要怎么去处理？ 是个别处理、统一处理都可以，我们都可以来协助。我把朱局长跟民政局长都找来，就是说有关后事的事情，现在有六个嘛？对。六个如何让他的善后事情要怎么去处理？ 是个别处理、统一处理都可以，我们都可以来协助。至于伤者，在这边先抢救、就医，让他安顿。如果该后送的，我们也可以后送到新北市的医疗体系。去弄的医生去扣岩壁，啊，甲落去，啊，无就车几台落去。嗯，几台落去。伊都是扣啊那段横在路上，但是问题是这边都飞出来，这才会死。人都飞出来，才会死。对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他可能在那个岩壁之后，他就卡在那边的话，可能还是轻伤。他算是最后一台这样子，对。对，因为我们第一时间他跟我讲，我说你赶快联络到底怎么样，我先回头去看。就我就跟另外那个领导游，我就先过去，然后我叫我先生雇那边的车子，他们总共来了120台的救护车，因为市长有当时请他们民政局去联络这边的县长，